伤势过重，尚未痊愈。为师以麒麟之力使你起死回生，你郭家命中注定有此一劫。但为师也只能护你一人周全。你体内的麒麟之力霸道强势，为避免你走火入魔，这把玄幻之剑。 能助你压制这股神力，但它在你体内仍会改变你的容貌。恩怨情仇，最易迷失人心。望你能坚守道心，日后如何抉择？ 东升初年，幼帝登基，朝堂混乱，祸及百姓。三月初九，镇国侯郭怀义之子郭汜风光大婚。大婚当晚，突遭一伙神秘黑衣人闯入，不问缘由，见人就杀，全府上下无一幸免。郭府上空惊现瑞兽麒麟。 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酒来了，酒来了！天意上菜，上菜！老板娘，又怎么了？太不像话了！怎么了嘛？看看我这俩哥们儿，都坐这等你半天了，你怎么就只给他上了这一壶牙了呀？你这桃花酥要是再不上啊，我可就只能吃你了。你要是吃我的话，我就只能加钱了。有钱。
有钱啊，您就多给点啊。快点啊！这一天天就知道倒腾你那破药，你还真以为你是神医啊？快给老娘上菜去！放手！我倒药，我倒药还不是为了你俩？赶紧上菜去！我被人调戏你也不管。哎，自己自己自己，这次呀，我给你加了量，过不了多少时日，保证你一举得难。就你话多，赶紧上菜去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各位爷，吃好喝好啊！嘿，你小子眼瞎了吧？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哎呀，那么大声干嘛呀？多少银子啊？100两黄金。什么？这宝贝是我们兄弟用命换来的，世界只此一件。我呸！什么狗屁宝贝？小爷我又不是没见过世面。一群骗子！嘿，我看你找死吧你！哎呦，急什么急嘛？您看我这小店儿，人和店加起来都不止这100两嘛。也罢，你要是能陪哥几个一晚上，也行。把你那金枪不倒的小药丸也给我们哥几个试试。玉杯没有碎。臭小子，你说什么？大哥，这咋回事？不会是闹鬼啊？鬼什么鬼？给我揍他！打碎了东西赔银子吧。嗯，臭小子，给我等着！走，黄四，你可真行，幸亏你回来的早。行什么行啊？你这房租都欠了2个月了，靠你这破戏法，什么时候能还得上啊？再宽限他1个月好不好吗？哎呦，滚滚滚滚！你们两个赶紧给我干活去，看见你们俩就烦，看见你俩就烦。罪臣赵安，欺君罔上，大逆不道，结党营私，培植党羽，贪污纳贿，舞弊朝堂，于3月初9晚招买杀手，杀害郭府一家，画押。大人，冤枉个大人，不是赵某啊！还愣着干嘛？大人，大人！爹！等等，大人！心妍，韩大哥，心妍，你的伤还未痊愈，不宜过度劳累。这一年来，你频频梦魇，吃了许多药都无法平复。心病而已，韩大哥不必如此挂怀。郭府养育我多年，郭慈更是我的订婚夫婿，不找到杀害他的凶手，无论多久我也无法安枕。我知道
所以我今日是要来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你可以夜夜安寝了。心安，国府灭门的凶手我已替你找到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个人在哪儿？已经押回府上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说话呀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血洗郭家的事是我做的，那郭家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他们必死啊！就算不是我，也会有其他的人啊！大人，凭什么说郭家必死？郭怀义仗着皇上赐他监管百官之权，平日里在朝中嚣张跋扈，无论是谁稍惹他不快，便会官职不保，甚至性命堪忧啊！你胡说！不可能。郭家的为人我最清楚。心安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可否放我回府啊？辛苦赵御史，马上我就送你与家人团聚。多谢大人。背后一定有人指使，我们再去找他问个明白。启禀大人，属下一把招安，就地正法。放肆！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大人，心妍姑娘，是属下鲁莽，只是心妍姑娘心系郭府之事，大人也为此事不辞辛苦。属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了却大人与心妍姑娘的烦恼。滚！郭家灭门的血海深仇就这么结束了。心妍，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，从今往后你就安心地待在我的府上，切莫再……韩大哥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倒是挺好，人怎么样啊？人呐，你尝尝呗。哎，老板娘，二楼的等会儿。又在这装死犯懒。韩府刚刚差人要的桃花酥，麻溜了，赶紧给人送过去。谁偷懒了？谁偷懒了？我正在认认真真、兢兢业业的琢磨药方，真是奇了怪了。韩府那金窝银窝的地方，还来咱这儿买什么点心啊？小点声，小点声。轻易抢的坏话你都敢说，不要命了你！哎，黄四，黄四，黄四，下回你不去卖艺了？过来，过来，给你一个好差事，把这个送到韩府上去，至少能拿十个上钱。好，去吧，去吧。你看你，又偷懒。哎，我说别送错了，送到韩府的南前门，记得把石盒给我带回来。才送来，腿脚这么慢。这菜你还满意吗？我勒个去啊！那个臭变戏法的呢？给老子出来！没事，你出来。哎，我勒个去！老板娘，
我在这跟你说话呢。点心到了没有啊？要是心妍姑娘等急了，你我都得被大人劈了脑袋。有心妍姑娘在，大人的白炼钢也化作绕指柔了，哪还会打你？快点吧，点心给我。看什么呢？走了走了。不知府上心妍姑娘是？韩府的事也是你打听的。走走走走，哎，走，快走，磨蹭什么呢？走走走。哎呦，走了，送个桃花酥把魂儿也给送丢了。哎，你是傻了吗？听音啊，你知道韩府的心妍姑娘是什么来头？心妍？哎呀，谁知道啊？咱老百姓哪知道他们呢？心妍，这玉佩是我们国家祖传之物，父亲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，你好生保管。心妍，心妍，郭公子已经不在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。谢谢韩大哥帮郭家报了仇，心妍没事了，只是有件事情想与韩大哥商量。但说无妨。我已在府上叨扰甚久，多谢韩大哥恩情。过些时日，我想离开。心妍，你在说什么？怎么会叨扰呢？之前我楼难重伤，要不是因为你的相助，我当日之事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。韩大哥一年前将我从郭府大难中救出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心妍，你听我说，这一年来我待你如何你是知道的，难道你丝毫感受不到我的心意吗？韩大哥，你误会了，心妍情愿来是当牛做马聊以报答，只是我始终是郭次的妻子，无论他是生是死，一辈子都是。心妍，你听我说。韩大哥，你放开我。心妍，心妍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先好好休息，我这就请他到府上来。韩大哥，有什么事情等治好你的伤再说。请一赏韩大人到。几个，接着吃。大人，您贵步临见地，
莫不是刚才送去的点心不合您的胃口？听闻要吃神医在此，特地请神医到府上来治病。哎呦，大人您说笑了，您看我们这小地儿哪有什么神医啊。韩大人亲自到此，别不知好歹。谁要是治病啊，带来客栈便是。区区一个郎中，你有什么资格？带这位神医回府。是。大人，请喝茶。大人，您别生气，他是个变戏法的，您看这戏法还行吧？雕虫小技。带他们两个回府。是。心妍，你来了。心妍，这位是药池神医听意，我请他来治疗你烫伤的。旁边这位是街上变戏法的，我看你总是闷闷不乐的，让你来解闷儿。韩大哥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实在无需医治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便先告辞了。心妍姑娘可喜欢桃花？韩大人为姑娘煞费苦心，小人有一戏法，不知能否博姑娘一笑？七娘，利剑春断，连理枝。郭大哥，这首《浅别离》实在是愁断人肠。深笼夜锁独栖鸟，利剑春断连理枝。变戏法的，你说你要博姑娘一笑，但却让我看到这梨花带雨，你说你该当何罪？韩大哥，这戏法很好看，我喜欢。韩大哥，不是让听神医来给我瞧病吗？时辰已经不早了，这便开始吧。
啊，怎么在这儿睡啊？又做噩梦了。回头我再给你调两味药。哎，婷宜。哦。明日心妍姑娘过来取药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嗯，好。哎，姑娘，是你啊！哎，快快快快快，快来坐。有劳神医昨天深夜为我诊治，我是来取药的。好嘞，姑娘，您稍等片刻。有劳了。啊，你们店里的桃花酥啊，当真是极好的，和我小时候吃过的一模一样。来来来。对了，昨日变戏法的那个小哥，他是什么人啊？哦。他是跑江湖的，桃花酥啊，就是他教我们厨子做的。老板娘呢，容许他在这里过夜，他偶尔啊，还能帮咱们打打杂、跑跑腿什么的。不知他现在在哪儿卖艺啊？这可说不准了。喝一点，喝一点。来来来，姑娘，尝尝我们店里的拿手菜——四喜丸子。金羹汤，还有南瓜虾仁儿。这个南瓜虾仁的南瓜是南门的南瓜，可不是东门、北门、西门的。哦，姑娘的药啊，还差一味，先用这些饭菜，稍等片刻。是何人？为何约我来此？黄四，冒犯了姑娘。昨晚那首《浅别离》，是我相公郭次所改，你如何知道的？在下乃郭次的故友，曾听郭兄引渡过。姑娘为何会在韩府？一年前郭府蒙难，我被韩杰所救。韩杰阴险狡诈，你切勿相信于他。韩杰再恶，他帮郭家报了仇。韩杰帮郭家报仇，你也信他？我一直在暗中调查此事，发现郭府惨案，可能就与韩杰有关。之前认罪的御史赵安是被韩杰胁迫，你想想看，他为何这么做？这其中必有蹊跷。属下已把赵安就地正法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从今往后你就安心地待在我的府上。心妍姑娘，你现在身处韩府，若发现韩杰举动异常，就让听意通知我，届时我们还在此地相见，我定查出真相，替国兄报仇。听说最近有人在暗地里打探郭府案件，查清楚何人？大人，那人做事隐秘，行踪不定，还未查清他到底是何身份。废物！
念还留着。三天之后我要知道此人是谁。派人查探与郭府来往的人，一旦发现郭府余孽，直接诛杀，务必斩草除根。是。做事一定干净利索，此事不能透露半点风声。夕颜姑娘，你叫我过来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黄大哥，你说的没错，韩杰就是杀害国家的凶手。我亲耳听到他承认此事，我要杀了他为国家报仇。此事你先不要声张，以免打草惊蛇。韩杰势力庞大，我们不能硬拼，只能智取。你此时在韩府才最安全，等我制定了周详计划，我定会伺机杀了韩杰。这段时间你务必要小心。什么人？皇子，你醒了。来，小心小心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少侠夜探韩府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屈居于我殿内，想必也是有所图谋吧。哎，皇嗣，你不惜冒险夜入韩府，是不是去见夕颜姑娘？一年前，郭府灭门，传闻只有夕颜姑娘被韩杰所救。
你又如何会认得他？少侠与韩府有过什么纠葛？庞图先生果然慧眼如炬。什么？我们隐姓埋名在这客栈里，你怎么知道邹瑾就是庞图的？郭府一家就是被韩姬所害。韩杰杀了郭府一家，那你是想替郭府报仇？可是少侠接下来有何谋算？哎呀，你追那人到郭府旧宅后就不见其踪影了。此人和郭府肯定有关系，昨晚他无功而返，肯定还会再来，那我们就守株待兔，静观其变。是。在下感谢诸位的救命之恩，只是在我这一年的查探之下，我发现青衣城上把持朝政，下鱼肉百姓，我已不仅仅只是为复仇这么简单。然而青衣城势力庞大，还是我独自行动为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就是你一个人的事？青衣城横行霸道，苛政强税，逼死了我家乡全部的人，我做梦都想杀了他们。你们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吗？替乡亲们讨公道，重伤而归，差点丧命，难道这些你们都忘了？老板娘，你怎么变得像一个市井妇人，贪财怕事？当年你和庞图号称紫金双侠，江湖上人人敬佩，如今缩在这客栈壳子里，连头都不敢伸了吗？我贪财，我怕事。我待在这个客栈里这么多年，苦苦经营，我还不是为了你们的安危？你们以为我愿意啊？你庞图曾经叱咤风云，然后呢？你还不是刀尖上舔血？我们历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才安稳下来，你们怎么就非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，心里在说？留下，大家齐心协力替天行道。韩阶树大根深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几位官爷，多喝点啊。若周详谋略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倒满了，来我这小店啊。此战非同小可，万事都必须要慎重思量。客栈最大的优势就是消息灵通。我们先打听四路消息，务必选出最合适的时间，凡事力求稳妥。韩阶每次出行都有大量护卫随行，只有每次去看望在庵中修行的母亲，才会只带一个心腹去。我们就选那一天，
在客栈动手。到时候我自有办法把他引到客栈，必定取他狗命。依我看，直接杀到韩府，取了韩家的狗头。你给我消停点。肃清朝堂，为民立命，铲除奸邪，我费时虽力小而不殆。但求不负家族荣血，无愧于心。老朋友，我们又要并肩作战，到时候让韩杰那厮知道你们的厉害。父老乡亲们，青衣终于有机会为你们报仇了，一定会让韩杰死在我的五毒伞下。背水一战，成败生死，在此一举。不成功，便成人。怕吗？从与你浪迹天涯那天起，我就没再怕过。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韩大人，您这是要住店呢，还是想念我们小店的桃花酥了？要不，我给您沏碗茶吧。八，你们三个有没有发现可疑人等？没有啊，大人，没发现什么人啊。这里不安全，送心妍姑娘回府。韩大哥，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再打扰。姑娘，我这个客栈今天晚上……老板娘，我要住店。二楼第一间房，多谢。老板娘，给间上房，我也住下。心妍姑娘，属下明白。
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继续待在韩府吗？你听我说，今日我们就要杀了韩阶那个宁臣。这里危险，你速速离开。我要跟你一起。韩阶骗了我这么久，我要亲手拆穿他的真面目。韩大哥，我要休息了。心言，我就住在你隔壁，明日跟我回去。
再为你们掩耀了。丁神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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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丁神医。不好，他一人无法对抗，快去助他。小心啊！戏法就想杀我，就算我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残，我也要杀了你。就凭你？再加上我呢？那我就送你们一起归西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走！放开他！韩剑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嗜血禽兽！你就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！你灭我满门，该死！滥杀无辜，该死！祸乱天下，该死！种种行为都会让你万劫不复！但是心言，你说我禽兽，你说我卑鄙无耻，说我滥杀无辜，但我害过你吗？我从来没有负过你啊！若不是因为你，心言早就属于我。快走！
那个座位不待客，那走吧。